公布一个好消息，有没有很期待？有。你觉得是什么事？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林志军没有尿裤子。他长大了。好，这也不错。那林子君你觉得呢？觉得我觉得爸爸要当一个小 baby。 爸爸当小 baby 哦，这是好消息哦。好，我要公布了。昨天我问 Ella 老师，哦，昨天是 Ella 老师自己通知我说林子君英文演讲朗读比赛第一名。哇，太强了，孙悟空太强了。Yeah. 倒数第一名。倒数第一名。最后名吗？40个人里面的第一名。我第一名呢？倒数第一名。啊，倒数第一名。是什么东东？到底是最后名的意思、啊？你觉得你是第一名还是倒数第一名？第一名。真的啊？是吗？几个人一起比赛？十个。十个。你那一天英文演讲比赛上台的人才十个哦。40个啦。一个班有十个啊。4个班，大班4个班啊。决赛啊。英文的初赛你就先入选了啊，然后决赛又入选一次啊，决赛又得第一名哎，40个人里面的第一名哎。哦，还有张淑宇也是第一名啊。第一名只有一个。所以你第一名啊？老师跟我说的。Gino 最后一名啊？不是，是40个人里面的第一名。你最高第一名哦。嗯。孙悟空，你要上台前是不是一直哭？对啊。然后不要，妈妈，我可以不要弄这个兔子吗？妈妈，我可以不要提这个彩蛋吗？妈妈，你陪我，我会紧张。奇怪，这样怎么会第一名啊？真的好奇怪啊！你上台有很紧张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怎么那么顺畅？比台语比赛顺畅多了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讲的演讲的题目是阿布，阿布，一直在阿布，不知道在讲啥。对啊。阿布，整个忘光光，一直在阿布阿布，阿布啊，在哪？好，那你快很迅速的讲一次你的英文演讲比赛讲的东西。Morning, George. Quickly. Name is Jenna. I am from England. Today, my topic is something that is a spring.It's a die and it's a tree. It's a air with chocolate scent. It's a half of one and all. It's a bunny make a call. Happy is the always spring. Such a lot of pleasant things. Thank you, Georges. Oh, cover. 厉害呢。